王小华，怎么的？是不是找到源头了？王小华，王小华，我跟你商量一下啊，你高风亮节好不好？你先把这个酸菜缸挪走了，然后我给你解决花枪，你看行不？没问题，不就是挪酸菜缸吗？是挪哪儿啊？挪哪儿？就挪你家里去呗。放不下。那就挪到你那地下车库。车停哪？那你放冰箱里。你摆试试。这样，黄小华，你把这两个酸菜缸放到我们家行不行？哎呦，赵刚子，哎呦你不得了了！不就是有人投诉一下酸菜缸吗？你就屁颠屁颠过来解决问题，把你自己家都搭上了是吧？是，你别说话了，你说啥呀？不就大美美吗？就比我优先呢？大美大腿长，就比我快一步呗？这跟大美大，不是，这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想有啥关系啊？赵刚子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。哎，不是，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妇之夫赖我吗？有妇之夫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？大腿是大腿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大腿，大腿，大美，大美，又解决了。来来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商量啊，你高风亮节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先把你家那个噪音呢，以后就停止喽。酸菜缸我给你解决，好不？凭什么我就高风亮节呀？不是，你这是明显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人过去有人说说家里没个男的。招人欺负，我今天真相信这句话了。你就欺负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就是看谁虎谁白，谁虎白甜，你就向着谁吗？什么虎白甜？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有妇之夫，请自重。哎哎，不是我有妇之夫怎么的了？有妇之夫赖我吗？有妇之夫跟虎白甜有什么关系啊？虎白甜是虎白甜，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，干什么玩意儿这是？